什么样的鬼人宁愿延续黑魔镜牢记沉迷江森正在急救，他头部的淤血已经排除了，但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失血过多，需要紧急的输血。那现在到底什么状况呢？他的血型是罕见的 Rh 阴性 AB 型，而且需要量很大，如果不能及时找到相同的血型，就会有生命的危险。你们是他的家属吗？我是他妈妈，我是他亲生妈妈，我一定行的，把我的血给他。我求求你救救他，只要能救他，就算把我所有的血给他都没有关系。快走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我马上帮你安排血型交叉比对，跟我来。杜先生，第一了，真是第一了。老爸。被感情、被失败都有新的传说历史。什么样的鬼宁愿延续黑魔镜牢记沉迷是吧？哎呦，我靠！这两下子你输了嘛？那还补吗？不要了，不要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不去打比赛了。没事没事，捣乱的，保安，抓起来送到警察局。保安，你给我抓起来。哇，你刚才好酷哦！我又看到过去充满自信的天蝎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我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去踢馆？我什么都不会在乎，我只要揭发申哥。如果让申哥这样的人得逞，简直是侮辱巴比伦神殿大赛。老师，莫妮卡老师，老师，莫妮卡老师，阿刀医生，舅母，我徒弟前天他怎么样 ？They are all right。一定控上了。爸，今天没事了。姑娘，谢谢。You're welcome。今天没代志啊嘛。Thank you 啊。谢谢。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，晴天。
晴天呐，晴天，晴天，送恢复室啊，随时跟我报告恢复的情形。医生啊，我徒弟的状况是什么样？手术还算顺利，不过接下来关键的12小时就看伤者本身的意志力。谢谢啊。晴后有灿烂的彩虹。晴天，晴天。想哭的感觉，为什么？原来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这里的一切看起来就特别美。我真的好想再跟军刀一动盖一场舞。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管我和军刀一动了。怎么会？我是你们的师兄，什么事都是我帮你们扛，我自己怎么可以先倒呢？知道就好。不能让我担心了。小颖，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看到天蝎啊？我最近都没有看到他，哎，可能他很忙吧。我听阿 K 说，蝗虫已经被仙哥收购了，天蝎根本就没回 Royal。为什么？你们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有别的事啊，也许去北米子，也许交了新的女朋友。小颖，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你不要再骗我了。虽然我好起来你很开心，可是我常常看到你一个人在难过。小颖，告诉我，你和天蝎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他要欺负你？没有啦，是我不好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他都没有来看我？我跟他分手了。